轻轻爱了，微风荡漾着无声的温柔，梦里飞一样开往明天的火车，日暮清晨带我风驰电掣，黑夜最动眼里的那团火，将岁月的难燃烧成彩虹，挥别过青春依然握紧的远方，顺着铁轨从没有停止生长，我一直在路上，在奔腾不息的方向，当遍地荒芜走出天亮，面对太阳悲伤就能忘，我们都在路上，从年轻奔腾到沧桑，追逐威胁的日子漫长，一生荆棘却柔软了时光。真理不辩不明，你为什么要阻止啊？丢人！怎么丢人了？坐下说，真理不会因此就矮三分的。苏联专家没走，说老大哥不会错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案是对人家的不尊重。人家走了，我利用他们的技术和方案解决问题，又说没有丢掉洋拐棍的勇气。这里外不是人啊！喝水。这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核心技术也要一点一点的积累和掌握。那冯主任主张的自力更生不对吗？我并不反对，但要因时而异啊。种子能长成粮食，那大部分靠的是老天爷。一堆钢铁能变成机车，老天爷能帮上忙吗？可快一点建设社会主义是大家的期盼啊！我要的不是期盼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从美国回来。你想想，那白酒是一天酿出来的吗？不能揠苗助长。揠苗助长？对啊，你查字典去。跟拔苗助长一个意思不？一个意思。那你直接说拔苗助长不就行了吗？揠什么意思？揠。我这么说有什么问题吗？连陈凯都不跟你站在一边，姚主任都不帮你说话，你说你有什么问题？冷静是知识分子的底色，躁动是他的敌人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这话可不符合当下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。科学只有老老实实，没有大干快上。你出去吧，我还要工作呢。等一下，帮我把这个贴出去。厂长，常汉卿最近的言行总是跟当前的形势唱反调，已经被人举报了。哎，他这个人呢，嘴里总是没把门的。你跟上级好好解释解释啊。啊。但是他拒不执行上级要求，尽快开展奔腾号二期实验。如果再这么拖着不办，我担心上面会派人替代的。毕竟全国都在奉献嘛。先做操啊，先做操。厂长，陈汉卿说二期实验不成熟。哎，这第一套广播体操跟第二套广播体操你做过吗？做过呀。那这跟第三套有什么区别？大家都喜欢这套啊。为什么呀？那一二套可是咱们从苏联那边学习借鉴过来的啊。但是这套融合了我们中国武术的动作，大家接受起来会更亲切啊。好好好，一套广播体操你都弄明白了，
一个洋拐棍儿你就糊涂了啊？啊？哦，我懂了。我们现在需要让更多的人理解常汉卿，而不是曲解他，就像普及这第三套广播体操一样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哈哈，没事啊，别老找领导啊，领导也很辛苦的。是。你这是做操吗？啊！回去好好练练，像打人，你这个，哎。你把我名字扣掉，谁爱跟火箭争速度，谁爱跟日月比高低都行。汉卿，我也知道上一篇冷静式科学家的底色挺好的，这不是冯主任不给发吗？不发就不发。但是发了，对你将来评总试是有好处的。那我就按这个发了啊！我不同意。好大的权力！你除了跟白曼宁在这儿吼，还打算跟全场几千号人吼啊？有什么话好好跟大家说嘛！都超英赶美大干快上了，你让我说什么？说胡话？说假话？那我宁可不说话。真理有时候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但那是有时候。很多时候，你需要更多的人支持你、理解你、给你投票啊！真理既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为什么非要少数服从多数呢？因为电力机车需要更多人一起干，他们不支持你、不懂你的真理，那你就会变成光杆司令。光杆司令也是司令。那我这个过河的卒子，今天就好好收拾你这光杆司令！你出去。听我就撤了你！你不是吴厂长，常汉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请你吃饭啊！哪有大清早请人吃饭的？这才显得我心诚啊！你问过我姐吗？我姐同意吗？你大姐在，我才不来呢。她去冯主任那儿结算专家楼的租金去了。学特务的？胡说！我学的是侦查。行了，你去楼下等着我。又怎么了？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。我现在最忌你的声音，我都尿不出来了。你别吹了，你赶紧下去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吹了。行，本儿给我。枪，给你。子弹。你说。请人吃饭还带枪啊？怕了，成功。只要不让我娶你们科长，就算不了鸿门宴。那能娶她是你的福气。你干嘛？小心走火。没子弹。你请我吃什么呀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，前面开路。常汉坤董事，关于租借你们家小白楼改成专家楼，确实签了租约合同，但是现在苏联专家提前走了，那后面的房租就不该支付了吧？合同上写着租期为两年，提前退租房钱不退。合同是你签的字，
白纸黑字，你这么说恐怕不合适吧？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。当初在这份合同上，你也没有约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。现在不就是在协商吗？是你们已经欠了我的房租，我要催讨欠款，而不是您主动找我协商。我是代表工厂，代表国家，而你只是代表个人。在这份合同里，请你记住一个事实：我是甲方，你是乙方。你是在要挟国家。磋商解决这件事情的门是被你野蛮的给关上了，我只能一级级上报，直到领回我的房租。可见资产阶级改造还远没有完成啊。大姐，大姐，冯主任，不好了，金灿烂拿着猎枪压着长弓往山里去了。他要干什么？金灿烂逼着汉卿同意展开二期实验，汉卿不从，昨天还说要撤了他的职务，汉卿依旧不从，这不就上手段了？女土匪！大姐。太缺乏锻炼了，爬个山这么费劲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上车，我带你走。你坐好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来，躺啊。香啊！以前没吃过啊。我姐从来不让我吃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事实证明，我姐说错了。管够！你啊，什么都好，就嗓门大，脾气大。那你吃完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无从兑现了吧？是不是还要跟我说昨天你提那个报告的事？对，系统的说一说，咱们自主创新、因地制宜造蒸汽车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，争取最大的、最广泛的群众支持。那洋拐棍呢？尽量不提。不讲清楚洋拐棍是丢还是用，这报告我没法做。干蠢事儿啊！灿烂，慢点，大姐。别那么快就拒绝呀，再商量一下。科学不商量，只求真。
咱们最后再将就一次。不将就才讲究。再吃块肉吧。饱了。哎呀，你别再劝了。这洋拐棍肯定会丢掉，但不是今天。自力更生肯定要坚持，但不是唯一。这就是我的态度。今天的野餐会到此结束。吃了盐和米，就得讲道理。何况，吃人家的嘴短。这只兔子也就三斤多，加上你的劳动报酬，我按五斤猪肉的价格付给你，没问题吧？我陪你爬山、打猎、烤兔子、聊大天，就值五斤猪肉啊？八斤猪肉，告诉你，但凡可以用钱解决的都不叫问题。那不是本事。那什么是本事？有本事你吐出来呀！不行了吧？你们知识分子。就是脸皮子薄，嗓子眼细，不是想吐就能吐的。你别逼我啊！我不为难你，你也别为难你自己。也就是上台嘎巴嘎巴嘴的事儿，总比抠嗓子眼强吧？你还真吐啊？慢点的，别干蠢事还灿烂。别吐了，别吐了，再吐下水就吐出来了。内脏，那也比嘴短强。嘴是不短了，腿软。你说咱们俩在一起，不是掐架就是闹误会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搞技术的想要惊天伟地，就必须得是建设者，这本来就是一对矛盾，在一起就是一对麻烦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你是麻烦的制造者。还不是因为你逼我做报告。做报告的目的，是要把你的科学观点像第三套广播体操一样普及。如果你连这么简单的工作都不愿意去做的话，等到你被人替代掉的时候，你眼睁睁看着技术储备不足的机车出了问题，你哭都找不着坟头。可是，别可是可不是。我也不逼你了，走吧。站住！啊！韩青。是韩青的声音吧？天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这个景灿烂，这么虐待韩青，我跟他拼了！我别乱动啊！别乱动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那些树枝一看就是人为的，下面肯定是陷阱啊！轻点，轻点，疼疼疼疼！哎呀，腿又没断，就是踝关节脱臼的小伤，叫唤什么呀？这是踝关节脱臼还是小伤？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这么疼过。哎呀哎呀！闭嘴！你生一个试试。啊啊啊！都给打透了。嗯。那还不得叫唤死！我只说了一句，还让我受伤了。不痛吗？疼啊！在战场上受伤后，要是这么大声叫唤，会被你的战友瞧不起，也会因为你的叫声暴露了位置，害了周围的战友。当然，实在疼得不行，也是可以哼唧几声。哎呀，姐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姐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国民党特务的老虎凳，你竟敢用在我弟弟身上！我弟弟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让你用双腿赔。姐，他在帮我绞复位呢。哎呀，没事。流血了还没事儿？这怎么回事？出血了。对不起啊。
吴姐她误会你了。什么误会啊？她要是不拿枪逼着你到这种鬼地方来，你能受伤吗？你能掉下来吗？责任的源头就在她，再误会她也躲不掉。金科长，常汉卿跟不上形势，你就是拿枪逼他，他也跟不上，何苦呢？我没逼他，我们就来打兔子野餐。野餐？不可能，汉卿从来不在外面吃东西的。他烤的兔子可好吃了。兔子？啊！你，行了，都别在这儿瞎聊了，赶紧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，再拍个 X 光片啊！大姐，他就是踝关节脱臼。不用全面检查吧，他是我弟弟。喂，姐，确实用不着。怎么用不着？这脑袋摔了怎么办？他更脱不了干系。常同志，这就是你不讲道理。现在头破出血的是金灿烂同志。哎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长空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他的脚固定住，否则会造成二次伤害。请你们让开。请你让开，再拖延下去脚会肿的。冯主任，过来帮忙。慢点啊，慢点慢点，慢慢的，坐下。来，慢，小心小心脚，小心脚。冯主任，麻烦你帮我找几根木棍。白曼宁，啊，把我的水壶袋子给我卸下来。上来，我背你。我自己能走，能走也不能走。去医院的路上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黑锅得背一辈子。哎，我来。哎，来。慢点，小心点啊。团长好。哎，你好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但是大王把云归，把云归。哎。干嘛？刚才打枪怎么回事？是金科长，他说要进山打肚子请长工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把人给打了。哦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打了人而不是打兔子呢？冯主任和常董事听到这事都吓坏了，他们已经追过去了，而且有人还听到长工在惨叫。您放心，我们这也马上进山去找。乱弹琴。对呀。他们是乱弹琴，但是也怪我，是我把玩不严。我说你们乱弹琴，瞎操心，真是。张长，这走火伤人，那也算是事故。我告诉你，人家金灿烂玩枪的时候，你还和泥呢。解散吧。不。看我干嘛呀？散呗。你们就在这里坐一下喽。凭什么我们不能进去啊？牛医生说了，非亲属的无关人员就不要进去了，在这里等等喽。无关人员？还不错，没有伤着骨头，就是韧带有点拉伤。谢谢你，牛医生啊。其实啊，你们应该感谢这些东西。这种脱臼伤啊，越早复位，越早固定，对于今后的康复，还有减少以后的后遗症，是至关重要的。一会儿啊，让护士再把这脚踝好好固定一下，你们就可以回去了。您看是不是再做个脑电图什么的？你是想看看有没有脑震荡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姐，咱别没病找病啊。你听见了？就冲他这句明白话，他脑子没毛病，健康的很。我是说给他做。我没事啊。你伤到哪儿了？哎，牛医生，来来，这儿。你快看看，脑袋。
怎么受伤的？是我不小心啊，我下坡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的。你现在有没有头晕或者恶心的状况？没有。还是做一下脑电图吧，排除一下脑震荡的可能。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做，必须做。诊疗费我们出。又不是你把我推倒的，干嘛给我钱啊？这不是让别人误会吗？报告的事儿，我答应你了。到底做不做？肯定不做了。这是最好的药。汉卿受那么严重的伤，我得进去看看去。潘文玲，回来，别走我们的，资产阶级心肠硬得很，还真以为他们会把你当自己人。要不是因为那个金灿烂，汉卿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，都怪他。说话注意点啊！那情况已经清楚了，灿烂同志是为常汉卿同志做思想工作，而且他是自己掉下去的。再有。常汉坤推了灿烂一把，大家可都看到了。汉卿都说了是个误会，但为什么金灿烂还要做思想工作？就一定要两个人上山吃野餐、烤野兔呢？哎，护士同志，情况严重吗？没什么大事，也没有骨折。哎，我问的是金科长头上受伤那个。哦，他应该也没有什么事，放心吧，有牛医生在嘞。谢谢啊。汉卿，来，再喝一碗。姐，这骨头汤我已经喝两碗了，补钙。再补我都能吐出钙片了。你还嫌我康复不好？这瘸子可不好娶老婆。那就让金灿烂赔。不让他赔。哎，你可不要有这样危险的念头啊！写什么呢？我看看。蒸汽车洋拐棍儿，汉卿，这样的报告你最好别写。做报告是为了统一思想，让更多的人理解支持我们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，而不是盲目的超英赶美。体温在38度以下，你泼点冷水能让人清醒；超过39度，你再一盆凉水劈头盖脸的浇上去，不但不会让人退烧，反而会让人病危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给你写冰点条去。那我很可能会因为不积极推进二期实验而被北京来的人所替代。那我求之不得。姐，你忘了咱们的出身了吗？想在这场运动中自保，你首先要干好自己的事儿，其他的少说少管，否则这树敌的不止一个冯世高，可能还会有姚怀民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把这碗汤喝了啊。啊。听话。来，四号半送。哎，冯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你这个老黄牛、老科研赔礼道歉的。我不明白，我写的那篇丢掉洋拐棍造好蒸汽车的文章，忽略了你和你的内燃机，只提到了电力汽车，是我格局太小，也影响你评副总工了。这是哪里的话？电力机车嘛是未来，这是共识。但没有你这个走行部的专家，电力机车只是一堆电子元器件。所以在常汉卿裹足不前的时候，你应该挺身而出，挑起大干快上的重担。我能把内燃机车干好吗？也已经满足了。你不想评总工吗？
但是说句实话，我认为发展内燃机车符合现在的国情，把它干好了，一样是蒸汽车。但是我认为，你是可以把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都干成蒸汽车的人才。只要你不被常汉卿现在所谓的冷静捆绑大干快上的手脚。所以有些会就大可不必参加。丁科长，这么早我来帮你拖吧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丁科长来这么早？早。三点早。早。三点。早。早。早啊，三姐。这一声枪响之后，我还以为你说服了长工，没想到你自己受伤了。伤没事吧？怎么也不包扎一下？没事儿，小伤。那什么？长工今天请病假了。这点小伤就不工作了？我觉得呀，伤不在脚上，在心里。他还是没打心理适应形势，还在自觉不自觉抵触二期试验。哎，我问你，自行车能改成轮椅吗？当然能啊。那你能帮我出一张公益图吗？回头我请你吃饭。出公益图没问题，饭你也不用请我吃了。我只求你赶紧和长工把关系定下来，给我跟满宁留点机会。你追不上长花，你赖我呀？我跟长工那是纯革命友情。革命友情，干活去。赶紧啊！灿烂姐，现在停还来得及，这焊枪要是一点火，这车就毁了。我知道。两个半月的工资。我知道。你真焊了？哎，别啰嗦。我知道，姐，我出去一会儿透透气啊。哎，少打歪主意啊！地球离着谁都转。打什么歪主意呢？郝经理，你就直接说吧，进口轮椅需要多少外汇？我出。我买指标还不行吗？姐，我就是个脱臼，至于还用轮椅吗？至于。啊。哎呀。想想办法嘛，啊！姐，你不用买指标了，轮椅来了，来看。哎，过来，坐。哦，没事了。没事了。哎，看，这是。用你自己的自行车改的吧？嗯呐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事儿都得先问为什么才干吗？还是留给重伤员用吧。哼，重伤员用担架，轻伤员才坐轮椅呢。慢点啊。怎么样？不舒服啊？没有，这比诸葛亮的四轮车舒服多了。那就好，等你用完了，没准还能卖钱呢。这么丑，有人买吗？当然了，美和丑他也得辩证的看。青蛙比癞蛤蟆漂亮吗？但青蛙思想保守，不思进取，坐井观天。而癞蛤蟆虽然长得丑，但思想前卫，有想吃天鹅肉的远大目标。所以，长得丑点不怕，重要的是要有目标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这车是癞蛤蟆牌的呀？那不挺好的吗？恶心我是吧？青蛙是不恶心，但只能上餐桌爆炒田鸡。而癞蛤蟆虽然一身脓包，但能上供桌招财进宝。你这张嘴啊，就差掉个铜钱了。可以走了吗？我这专车是不是得有个司机啊？你确定所有人都会来吗？我都通知了。
第三套广播体操再好，也还是有人不喜欢做呀。哎呀，控制这两块，可就彻底把矛盾公开化了呀。再说了，你就是上了，他们不来，那不工作就全白做了吗？汉景，我看你还是别上了，再等等好吗？一会儿那个技术讲座，咱去还是不去啊？是啊，去不去？你看看姚主任不就知道了？对呀，是你从头吧。对，说一千道一万。今天这个技术报告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是想去的，现在不是技术攻关吗？时间太紧张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内燃机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什么呀？电传动内燃机啊。哦，看来不仅汉卿的电力机离不开你走行部的内燃机，你走行部的内燃机照样离不开汉卿，对吗？可以这样讲的。那就组织人好好学习学习啊。厂长啊，我实在是担心汉卿这个冷静冷静再冷静之后，他是跟形势唱反调的。那唱不唱反调，你听完再下这个结论呢？你不听怎么知道啊？时间到了，我把他们叫过来。算了，我们厂不只是有电力机车，内燃机车也在同步研发。那怎么办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上。哎，汉卿啊，我看你不是腿坏了，你是脑子坏了吧？那我也得为来了的同志负责吧？哎呀，那你就说你突然间恶心头晕，就取消这次讲座嘛。这样也可以化解一些尴尬，你看看，这空了两大片位置，你要真上了，可就彻底激化矛盾了。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的脚受伤了，所以咱们今天就只能坐着火车听广播，道听途说了。这么严肃的场合还开玩笑，我喜欢。你又不是技术办的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好像能听懂一样。再跟大家讲，咱们自己的电力机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奔腾，甚至是超越老外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讲个故事。好好的做报告，讲什么故事？安静。我啊，打小好奇心就特别重，趴在鸡窝边上看过鸡生蛋，鸡太难受了。我呢，新衣服上蹭了一身鸡屎，挨了揍，也很难受。后来呢，我观察过蛹，先是在表面有裂痕，里面的蝴蝶就开始挣扎，想要抓破蛹壳从里面飞出来。但是过了好几个小时，
他还是抓不烂出不来。我看着他太难受了，我就用剪刀把蛹壳给剪开了。这个时候蝴蝶破蛹而出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没有经历过挣扎的蝴蝶翅膀不够有力，根本飞不起来。没过多久他就痛苦地死去了。破茧成蝶原本就是一个非常痛苦艰辛的过程，但只有通过了这一经历，才能换来日后的翩翩起舞。我用剪刀帮蝴蝶破茧，反而让爱变成了害，让蝴蝶没有飞就死了。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矩，我们的机车也一样。从无限信赖老大哥，到人家拍屁股走了；从全面吸收仿制，到完全自力更生，这个弯太急太大，开车加速硬拐弯是要翻车的。从四大发明到洋枪洋炮，这些技术当年都是老外拄着我们的龙头拐杆，今天他们的技术确实领先了，我们用一下他们的洋拐棍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因地制宜的自主创新，多一些冷静严谨的治学，学懂弄通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用好洋拐棍造好中国车。改造成内燃机那种感觉啊？啊？对呀、啊，无所畏惧的激情，这是我老了。怎么老了？革命人永远年轻。你把你那激情再点着了，你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一个世界来。那些风和叶泛黄的容颜，沧海桑榆天也曾少年。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，一生之间能够凝望你几次眼。轮回的四季带走一年，风干的眼泪皲裂思念。你乘风破浪多少潮起潮落，偏爱的故事多少缘起缘没，让时光慢慢慢的笑，要时光慢慢奔跑。
你在对我轻轻地笑。